我每次去都会被吓到，是因为他们会直接摸身体，因为我很敏感。我觉得这样吓到。可是我好奇哦，你们分得出来天生的女生跟变性的分不出来？那今天呢，我要来做打抛猪，可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做，要跟很喜欢去泰国、比我还常去泰国的双胞胎。让我们欢迎展龙、展瑞。这个节目很久没有出现了呢。谢谢娘娘，我为了你们开棚嘞，因为之前都是一堆小孩。这么直接哦？那年年你觉得谁比较小咖？很多哎、欸，你们应该拒绝过很多人吧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哎，我今天要做打抛猪，你们很常去泰国，超级爱。可是我去泰国不是打抛猪，因为泰国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不是打抛猪。因为我本身不敢吃海鲜，对我也是。东南亚，因为他们很多那种大鱼大肉，我都还好。可是你们很常去泰国海边玩啊？但是海边玩可以吃豆腐啊。你们那么常去泰国，有在泰国被骗过之类的？没有哎、欸，这可能，我真的没有被绕路啊这些东西啊。他绕路我不知道。第一次去曼谷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件事，就是有一个人骑机车骑过来，然后他的手就这样子从我这边这样打一下，因为我那时候包包背在这啊、哦，我还。那包包是 Playboy， 然后他就打完之后，我就这样，哎、欸，刚刚发生什么事？然后就跟我朋友说抢劫吗？他说，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可是他包包没有拿走，所以他失败，没有拿成功，对，失败了。那是我人生中唯一在泰国遇到一次，印象蛮深刻的。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曼谷治安蛮好的。我再给我投一个曼谷，还是我只是你去哪里？你去哪一区？我曼谷家，你家多危险啊！就也没有那么不像台湾那么安全。对，我觉得曼谷很安全啊，我都是一个人去啊。因为你长得太像泰国人，那应该不是。那你有什么去泰国然后很不解的故事吗？你们吃辣吗？一点点，多一点。好像可以再多一点。哎、欸，娘娘，我们要帮什么忙啊？没关系，我觉得你们站着就好了。那你是确定会吗？我超级会的，但是打抛猪谁都会做，很简单啊。然后去泰国，你们有遇过那种堵车的情况吗？哦，每天啊，每天啊，像我们这一次有录一个泰国节目，这个之前在旅行，每天都塞车。我在那个曼谷的世界中心，那个 Central World 那边，我尿急，然后我们直接下车去上厕所，回来车是还在原地，在原来的那条路。所以你不要相信那个 Google Map 说什么几分钟。对对对，完全不要相信。我有个朋友说，因为他住在泰国，然后他也是那种很chill的个性，在泰国生活之后，他就会发现说跟人家约啊，他们的迟到跟晚到是可以很长。嗯。我们泰国有一个时叫做人要时间，我们约6点，对不对？意思就是10点到就好。我不是在有什么歧视的话，我自己也是人妖。Oh. 泰国人妖，我觉得泰国人妖真的很爱拖时间。说什么我要出门了，代表他刚就是起床。哦、oh, ，我懂了。如果说哎你们先失，就代表说我没有去了。有这种事情？上次那个中国娃娃的娃娃才说他去上节目，他迟到，对方说哦没关系，还有一阵子。泰国的节目会抓迟到的时间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台湾的。节目也不准时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会准时照，然后没有。那你最近有什么节目吗？新的节目叫做夜市网。那你有迟到？有谁迟到？大家都很准时。大家现在还在里面，对，还在里面要先客套。节目结束后就会爆料了。所以你认识很多泰国朋友咯？蛮多的耶。你觉得泰国跟台湾你会觉得有什么文化差异吗？速度，真的速度真的。因为三月的时候，我跟荣跟中国娃娃唱了一首歌，是泰国发行的。然后那时候拍 MV 的时候，他们的那个工作的步调真的是，你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 chill？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舞者跟化妆老师，通常我们在台湾拍，不是大家都会战战兢兢的，就摄影器材大家都知道很神圣很珍贵。结果他们那一档的那个舞者跟那个化妆师啊，他们就是嗨了，然后他们就踩着那个地上的电线那样，然后一直这样踩，然后化妆的时候也这样，现在在瞧镜位，然后那个人就舞在那边一直挡，然后舞者还可以在那边就是一直跳舞那边做他的事。然后我想说，哎、欸，这个是台湾不太可能发生。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，台湾工作的状态，大家如果是在工作的时候。不会太做自己。那时候在拍 MV 的时候呢，化妆师他们就在旁边直接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要吃冰淇淋吗？这有卖冰淇淋。”我们还在那里跳，我觉得跟台湾有点不太一样。所以你有发现泰国影视产业年轻很多吗？宅烟烟的气氛真的很明显。那你来台湾工作，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吗？台湾有压力吗？也是有啊，欸、但是相比之下，我会觉得泰国更chill。泰国超chill的，就是一天要塞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多。啊，有一个事情我超不习惯的，百货公司有一些精品专柜，关门时间是10点，但是他8点就直接铁门拉。
拉下来。当地的朋友他们说这是正常的，员工业绩达标或什么，他们可以决定要不要关门。不是只有一家，是很多家都直接关门。不是应该我们要来体验？对对，没有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我想玩，我想玩这个。那你把鱼露丢进去。鱼露对那个打抛猪很重要。对，而且泰国的打抛猪没有加那个姜末，台湾的打抛猪会加那个姜末。那我们有姜末吗？没有要加。然后就是台湾人不吃味精，因为比较健康。什么？可是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泰国？因为价位便宜。我现在有时候出国，我不一定是会大玩特玩。好像我下个月可能要写书，一样在泰国。好是啊，我想说就是可以做很大，而且不是为了赚钱。对啊，对啊，赚钱我就一直拍影片就好了。那你们有去过泰国的红灯区吗？那种姐姐在外面拉，然后小哥哥，小哥哥。以前有小姐姐拉过我，有姐姐，然后就会知道我是不需要这个。有个披萨，我每次去都会被吓到，是因为他们会直接摸身体，因为我很敏感，我就会这样吓到。可是我好奇哦，你们分得出来天生的女生跟变性的？分不出来，因为我在台湾看过很多台湾男生跟泰国女生在一起，对，其实那个女生根本就是。我分不出来，分不出来。我们先尝尝味道哈，谢谢。烤喷咖，好吃哎，好吃哎。是我卖的话，会有人买吗？其实你可以开那个娘娘打泡什么餐馆，很多网红做餐饮业都出现很多问题啊。说像最近呢，喂，到时候被吹着爆料说你的打泡业用九层塔，就是叶子骗大众，然后接了番茄。然后你们的新节目是去泰国玩，为什么会选择去泰国？因为这是这一个节目的系列的第一站，然后又是特别篇。在节目里面，我们要去收集不同的声音，把它做成一首歌。那我们刚好其实有创作一首歌，就是跟中国娃娃演唱的新歌，叫《好热》。本来去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说他们也会录这个节目，所以我们后来就邀请说，哎，那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唱？他们在泰国录音，然后我们回到台湾录音。但是我们的节目主旨是，我们要环游世界，寻找一首快乐的歌。所以就第一站就选泰国，因为我们之前常去泰国旅行。我觉得泰国最让人喜欢的地方是，一天可以做的事情可以不用太多。你在泰国是什么声音呢？哎，我超多的哎，市集的声音，摩托车的声音，嘟嘟嘟嘟车的声音。摩托车会不会跟台湾机车的声音？没有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歌里面有，而且辨识度超高。我也是因为这个节目，我录完之后，我才发现说，原来我以前在旅行的时候，我其实耳朵不会那么去 focus 在声音上。但是我这一次因为节目的关系，我发现声音是有记忆的，而且你听到那个声音，你会自动想起一些地方。然后那个嘟嘟车的声音是真的辨识度超级高，它会有一个。对，所以真的你都会，对啊，跟摩托车是不一样的。而且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台北的塞车跟，例如说在泰国的塞车，声音是长得不一样。因为那些已经习惯了，所以大家停在那是不会没耐心的。台湾的塞车，你就会听到很多不耐烦的，有些喇叭是有情绪的。对，因为台湾的塞车根本就叫塞车，它还是可以在一起动动。泰国的塞车直接停在那边。而且我觉得人的发音很有特色。像你全集的声音就是，但是那个师傅他会在霸完之后加一个他自己本人说霸，然后那个霸是鼻音比较多，霸霸霸，然后你就觉得那声音太有特色了，就像你走在路上，他们就会说啊，因为泰国人不会说什么真的假的，对他们会是他们这样啊啊啊，我们应该是哈。啊，对，你们太短了。我记得我去杀价，在那个水上市集，然后我就跟那姐姐说，我就按那个计算机，很有自信给她看，然后就这样，啊，那个有人很喜欢把那个声音拉很长，然后就哦哦。女生可能是这样，但男生再 man， 他也会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啊啊啊！啊例如说，有时候有翻译，然后翻译老师就会跟那个泰拳的人，那个泰拳 的老师很 man 哦、喔，可是呢，他只要理解一个东西或者是 understand 的时候，他就会啊。啊。是不是泰国人其实是可以用啊来聊天呢、啊？就是遇到你就这样。你们声调真的很多，台湾有五个声调，而且好像是很多字里面就已经包括上扬的音了。对对，像那个
姐姐叫披萨哦，那很 man 怎么念？披萨，差不多、啊，太为难我了。我在泰国，我觉得我很少遇到这种态度，即使他再 man 再 man， 他也是披萨哦。嗯，对对对。那台湾很 man 的人不会吗？台湾会有那种人在唱，唱的是不是吧？台湾应该哦。哦，台湾如果一个男的说姐姐，姐姐，好久不见，我不相信你会对他有兴趣。所以台湾男生不会，不会吧？不会用塞奶来打招呼。台湾男生他无聊，我觉得连好无聊。你看他们，他们感觉也不会啊，觉得很无聊。对啊，比较，所以他们是无聊的。对啊，所以这个节目很特别，我很喜欢这个用声音。对啊，来我们来拿有了板板，我们该拿起来。这个的泰文要怎么讲？昆孔尼。九月十四全台首播《昆孔尼在旅行》，独家在买 video。九月十四全台独家首播。台湾的那个展龙展威，他们有去水上市场打泰拳，然后还有一个现在最漂亮的百货 Icon Siam， 然后还有去那个还我票票拳，就是打你的脸，然后你会变瘦，然后你会变瘦，打脸一点半。然后我还有去泰国的医院，为什么？我吃那个金沙豆腐吃太多，然后一天喝三颗椰子，然后就食物中毒，然后食物中毒我就上吐下泻，我还吐血。原来椰子水不能喝那么多，你都喝很多吗？很多，一天十喝有嘞。泰国身体，泰国身体哦，泰国身体对可以。那你们有吃虫吗？你就想象它是虾酥。虾酥，对，连虾子都不敢吃了。真的吗？各位观众，我们的节目呢是很温和的。如果你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傲娇的，然后什么都不行的，要草莓族，要天龙果的，然后反正你就是所有太累的都不行的，那你看完你会觉得其实你有很多旅行方式哦、喔。对，没有，因为我们真的是温和了，光听声音你就会占掉一半的时间了、嗯。如果你今天有机会旅行啊，请戴上一个耳机独旅的时候试试看，真的很舒服。虽然说大家会把你当白痴、嗯，但是你就旅行我们不 care。你们就我就是出歌的歌手，如果我把泰国的音乐来台湾翻唱，会红吗？会，我觉得会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中文翻泰文也会红，台湾人会好奇说这首歌它变成泰文的时候会长怎么样？因为之前台湾有流行一首歌 ，On them oh, oh yo oh, on them oh yo oh oh。对对对，能能哦，哎呀哦，能能能，欢迎收听我们泰国的声音。噔噔噔噔，大家如果要去泰国玩的话，行程不要排那么满，对，然后多多享受跟体验。因为很多人看我的频道，说什么要我推荐什么。旅游行程啊，其实我根本不会推荐，因为我是在地人嘛。谁要知道玩的资讯啊，看他们的节目。其实他们应该要跟住在台湾的外国人，请他们推荐台湾的。对，因为我们才会在台湾玩。像你比较值得推荐台湾玩的地方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们很常去的一些水上市场，台湾的水上市场是绝对不会去的，因为水上市场很臭啊。对啦，是不香没错，是不香，但很会用臭。他们最近有那个有在努力不丢垃圾进去。哦，对啊。那有传闻水上市场有些真的有鳄鱼吗？有哎，因为泰国有发生洪水嘛，然后就洪水就进到那个动物园，这动物就冷是来到河边，真的啦，这是真的。可是其实鳄鱼很怕人呐，除非它饿，它才会开始吃你。我看到他，我还是会绕跑。哎、欸，我们好像没有太认真吃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今天不是在做菜吗？已经吃完了。对啊，好了，我要结束这影片哦。好，那所有的观众呢，赶快上那就分享，记得来看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